mean?这么快就吃好了，不多聊两句。你去哪儿？倒垃圾。哦。把快递单撕了再扔，上面个人信息。知道了。你寄回实验企的快递为什么写的是新校区的地址？ 你不是在旧校区做实验吗？昨夜时间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周磊在处理的。 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嗯，郭文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白叔。嗯。广告学概论，干嘛呀？你要考广告系的研究生啊？ 随便看看，我怎么觉得不是随便看看？让我想想，谁在广告公司工作来着？我知道。<笑>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我还没说完话呢。你们先聊着，我再看看啊。哎，你买这书干嘛？最近司徒墨总是无缘无故生气。 我在想，是不是工作的关系？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你对司徒墨已经……我这是喜极而泣啊！你终于长大了，懂得主动出击了。哎，你就指着这本书想知道司徒墨怎么生气的？不然呢？女孩子生气无非就几种情况：没吃饱、没睡好，大姨妈对他们不友好。 不是吧？这样，你把最近的情况跟我说说。哇，这个林植存有点帅啊，真的吗？发出来。我发群里，你看啊。好。你看他是不是？哎，出来了，你是不是？还行还行。啊，你看他的嘴巴，嗯，你想不想被他亲一口？不想。 那你对付贝还挺专一的呀？我们付贝不是，说是什么？不是男女朋友，那你和谁是？你看你这个表情就是有问题，你快从实招来，回你的座位去。不回。 骗人！你刚刚那个表情明明就是有。还是说你又遇到一个喜欢搞暧昧的人？可爱，可爱。最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也就是说，司徒墨生气，不就是因为你那个师姐出现了？那简单，他就吃醋了。 江教授也跟我说过，可能是吃醋，但是他最后一次生气是在实验室外面，师姐并不在场。你确定？你再好好想想，到底在不在身边？在场。他在楼梯间里。
师姐在逗猫，她应该是听到我们对话成分了。孺子可教。司徒墨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这样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问我，以我给你做军师，追司徒墨易如反掌。你不是也没追上吗？你俩还聊着呢？哎，不跟他聊了，咱们走，咱们看电影去，不理这些单身狗。走啦，拜拜。哎，郭毅，你终于肯把他带回来了。哎，让玩，让我看看。郭毅，你在外面住，所以呢？我们实验室只有你一个人住在外面，现在有一个光荣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。我没兴趣。哎，江教授不让把小猫养在实验室，而且这几天宿管管得特别严，你忍心看小猫无家可归啊？忍心。哎，你这个没有表情的杀手。哼，昨天收到客户的消息，他们的代言人换了一个新人，叫林植存。哦，对，林植存 Jan， 一会儿你去查一下他的资料，整理一下。好的。这个代言人一换呀，大家的思路也要换一下，不要再想着大明星赵雪玉自带流量这个事情，也少考虑一些拍摄的难度，一切的一切都要以创意出发。 Lina， 这两天一定要交几个方案上来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最近呢有一个平面广告设计大赛 ，OA 上已经发布消息了，大家感兴趣的呢可以去看一下。嗯，